可爱。哎嘿 ，Lucy， 介绍一下 ，I introduce。Alamel, Ethan, Lucy, and Taiwan and Netherlands. 哎呦，这是哪里？哎、哦，他的意思是说他是台湾混荷兰呐、啊。哎呦，这么厉害！哎、哇，我听出来了，好厉害、哦！哇、哎，你还听得懂、啊？我听得懂，因为这前面有写嘛。哎、爸爸是台湾。我是隔好几代了，隔好哦，隔好几代，是是。可是那你还是可以讲，你刚刚那句是本来就会，还是硬练的 ？Google 翻译，喂，所以你很台就对了啦哈，对啦，那隔台啦，隔太多代，那可能是八分之一，八分之一吧。哦，那荷克兰一般来讲个子都很高哎，啊就没有。没有遗传到，你很迷你耶，没有遗传到身高，但是有遗传到漂亮的眼睛，哎，轮廓很好，谢谢谢谢。荷兰有回去过吗？有回去，但荷兰性方面有啊，宪哥也有去录完很大，你不是那时候都不想回来了？没错，对对对，大开眼界，那个台哥台哥一直要去嘛，一直要去，我干嘛呢？坚持要去，而且他也去过，以前有去过了，还要再去哦。那你的性工作者都非常漂亮，哎呦，非常。巨漂亮，巨啊！对他们还有一条街，就是那种风化街，是是是，啊，里面就是类似鱼缸。阿姆斯，就我拿一个自拍棒，我走在路上，我是拍我自己。OK， 他们搞不清楚这是台湾的巨星。哎呦 ，local， 我每一个，我窗帘忙拉上，用力一扯，不行，不可以拍的，因为那边很保护。运河区的，那有个运河嘛，那我们就在那里拍。没错，蛮开放的。你在台湾的这个长相，这人家看起来就是个老外。真的吗？其实你八分之一，但是就是混得很好哎。对，混得很对，很荷兰很棒的部分都混出来了。说真的，很荷兰。有一个令人觉得遗憾的地方，他是黑男的女朋友。遗憾遗憾，不能说遗憾。黑男人家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在路上他访问呢，知道吗？对对对，然后你就帮我配对，他帮我帮你配对。哦，那配他自己怎么这样嘞？配他怎么配的？就是我帮你找一个，找到你找人配你回去的。你是妈妈那一边是荷兰，还是爸爸那边是荷兰？妈妈那边。妈妈是荷兰人。祖父祖母。哦，已经隔代了。我叫 Lucy。Lucy 好 ，Lucy 154，摩羯座。然后我先赶快去帮你找，十分钟失败就算了。帅哥，你有没有单身？没有哎，没有。好吧，祝你幸福。你单身了，不会乐器。对，我单身，我不会乐器。好吧，好吧。唱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会受不了这样。哇，你气息好高哦，你有种啊？哎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啊，可以转身了，转身转身。最后打个分数，要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这个朋友还不错的话，给一颗爱心。好，你转过来。好，你也可以比着。心心相印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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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帮我配完之后，可能自己很喜欢吧，自己这样。然后他就会邀后来就邀我做跟他做一些音乐。哦哦哦，要讲快一点的，做音乐，做一些音乐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他当时不是让你跟一个男生吗？那个男的呢？那个男生就是一个幌子，是吗？幌子不是，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，很高博爱。看这个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访问完就配给别人配就很开心嘛。我赶快配走配走，可以配可以配，赶快踢走。当天你们录影配对有成功吗？我是给人家九分啊，因为人家长很可爱。哦，嗯，对啊，他也还唱歌给我听。哦，那算很高了，九分。九分，对啊。啊，结果呢？结果我被配走了，就被黑男叼走，被黑男叼走。哇，他还写给我一首歌，然后歌词，对，歌词里面就写说：“我希望你当我老婆。”啦，有点。是不是有点老套吼？哦，有点。我被骗走了。对呀，但是他也被骗得很开心。也是 OK 啦，撩撩回去嘛。很难讲啦，搞不好就相处以后，哎，觉得好像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怎么跟你告白？就用歌啊？就后来我就只是听听，就觉得啊，反正就是他好，就可能觉得好玩。但后来就是他有邀我，就是有一次工作，因为我自己在外地，然后都是工作人员都是男生，他就比较担心，他就说啊，那你可不可以到我老家，我爸爸妈妈可以照顾你。
住家里上，对对对，住家里，对对，在云林哦，哎嘿，可是他在台北工作，他就说乡下人，对，他就还特地请女生计程车司机载我到他们老家，而且还是女生的，对，女生特地请女司机载我，这很快就会找女的妇产科医师，对对，帮你检查，进度蛮快的，就怎么样，就到他家，结果。结果，哎，他就从台北下来了、啊，他又来啊！他来，他原本不来，就来一开始还以为他很正人君子，熟悉的犯案地点啊。对，后来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就是我们晚上也是一直在做音乐嘛，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错真的会怕又在做音乐，不要这样。他是做音乐是一个暗号是不是，暗号，要不要要不要来做音乐？洗衣服是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定个目标，我们要写满100首歌。哦，多啊，对，所以。每天要疯狂应该写到第三首处理好就不写了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灵感，我没有灵感，没有灵感，20首啊，结果他就买宵夜给我，你要听起来会很疯狂，我后来想的这样很疯狂，买什么给你吃，他送我一个热狗跟2个温泉蛋，这个是怎么这样，这样你也可以被骗到，有一个热狗跟2个温泉蛋，哇，臭刚好，然后就跟我告白这样，可是我买这两个东西跟你告白，啊，你买菜，怎么啦？吃宵夜，不过人家这对我很好了，很贴心，哦，有照顾你就好了，可以了，这个在一起就是要真心真意，不过你长得漂亮，在学校里面有时候会引人嫉妒，因为跟大家不一样，哎，会被人家霸凌呢，有发生过这种事啊？有我。国一的时候有一个数学男老师很帅很年轻，数学男老师通常都是很诱人的，对哦，很有魅力，很幽默，然后女老师女同学都好喜欢他，结果他就偏偏追我，哦，他老师追你，校内的老师哦，那你完蛋，那你完蛋了，学校规定不可以的，那时候还没有赖哦，那时候还是传简讯，结果我妈就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我那2个月啊，电话费怎么那么高啊？哦，就去查，结果他就看到暧昧的警讯，哦，对，然后就跑到学校去找校长，真的假的？闹非常大，然后还被去咨询，好激烈哦，激烈，但你有喜欢那个老师吗？没有，可是我那时候不懂爱情是什么，所以老师就觉得老师很关心，对，也觉得感觉蛮好的，对，而且我考试的时候老师还会丢解答给我，放水了。放水了，对啊，怕死了，怕死了，那个价值观要弄好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傻傻的，那还好，我妈妈很提早发现这件事情。好好好。那也因为这个事情闹非常大，那老师当然被资遣了嘛。哎呦，哇，然后这么严重，全校女学生哗然，对，就很生气，就觉得是我勾引老师。这么帅的老师被你逼走了。嗯，对，就觉得是我勾引老师，所以就我被霸凌了整整3年。那时候我才国一。啊，那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可能这样直接转学了耶。对啊，遇到这个情况，然后挺过来了啦哈。对，我每天晚上都去撞墙壁，我说为什么我长这样，丑一点，丑一点，这么激烈撞墙啊！而且他说我想要丑一点，丑一点，你炫耀文嘛？我就觉得老师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可爱型？对，可爱型。你还是小心哦。你有撞过墙壁吗？我说为什么我长这样？没有没有，露露她不是用脸去撞，她撞的地方不一样。不是，你要不要？他是用脸去撞，脸去撞，但是别人拿去。乖乖一点。那小时候是一个算是丑小鸭变天鹅，对啊，本来以前不漂亮吗？我小时候好爱户外运动，就把自己晒得很黑，对对对，这张有点有黑哈，有还是很漂亮啊。这是我在荷兰的时候，哦，对啊，那时候还皮肤黑黑的，哦，在那里啊，那边这么小一个，对对对，你是看到鞋子，想说奇怪，重点是鞋子，一堆鞋子，鞋子到底在哪里的？然后那时候就是被同学取笑，我很像就是东南亚工作的人，哦，别来，哦哟，小朋友不要这样乱讲啊，不会不会，长大变漂亮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近光，而且感觉起来是很有自信的样子，对呀。来，我们给他带来一点才艺表演，好不好？就是黑男帮你写的歌，对，我们一起写的歌，我来听听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才艺。是，我们是很挑剔哦，对，不好会直接讲，不好就讲。好好好，我来来来。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空缺，让我可以在你身边守护你的美。
水，在最灰暗的世界上韵味。我爱你，奋不顾身，不顾一切，要我等多久都随便，用最忠诚的态度去面对，请你看看我的脸。我爱你，用尽全力打死不退，我感谢你的美，像电影的结尾，散场有谁来陪。我们聊到一半了，我们在聊你的音乐，我们真的有是是真的在听。这个确实是靠着一根热狗跟粮，对，获得的。因为我们刚刚在聊，其实汉典有一些想法。对，哎，怎么？你要不讲讲看？怎么样唱？回来我就扛了嘛，扛啊你！什么是 TP？ 哦，土炮。讲出来了，土炮。所以写了二十首都这一类啊。也有可爱的，好，什么爱的小馒头啊？爱的小馒头，好 ，OK， 好，期待你下次再发表。爱的小馒头，那得怎么做？先加点我的可爱和你的。那请两位小馒头旁边先坐，好吧？谢谢。